body be a bunny, baby. My body be a bunny, baby. 不撒吧，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有请我哋八位人靓声甜嘅星之天使，蓝莓冧你水蜜桃，菠萝香蕉吉柠檬，仲有我哋唱尽金曲听到你耳仔都喐嘅两位超音主持余晴庆、邓建宏。你们的就只有我们一个。在讲嘢啊？你刚刚讲的是？头先你嗰啲歌嘅歌词啊？你在唱我的歌啊？系，不过真系好难发音，仲难过讲国语哈，大哥。那是广东话。广东话嚟咩？系啦，你听不明白吗？听唔明白。阿爸你俾阿婆你俾。阿广东话。系咩？点解咧？阿爸，你俾阿妈摸你。佢哋一齊都講到，好嘛？他們都一起啊！阿爸，你俾阿媽摸下咧，對不對？不要亂教啊！不是，對不起，大家知道怎麼唱就好，回家慢慢唱。係啦，隨著你收視率越高咧，大家都會好爽。對，最重要大家在現場玩得開心之外，還有送禮物啊！怎麼送？耳分高下，當然要憑聲音來送啦。係啦，頭先你嗰只歌咧，發音難，但係臨尾有一 part 咧，嗰粒音咧仲好難唱添。海豚音呢個環節勝出嘅現場觀眾口獲六福珠寶，送出租金運轉金牛價值1900元。好啦，我哋有請海豚音示範一下，請放音樂。很明显，很明显，今天有一个人可以拿到这个金牛，就是这位姐姐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好啦，首先我哋介绍我哋 TVB 嘅代表啦，吓，男嘅，你睇唔出佢好犀利嘅。另外一个咧，我之前介绍俾你识咧，就系香港小姐，但系一见到佢之后咧，你好惊。呢個香港小姐，呢個香港小朋友啊，係咩？係，我哋有請吳家樂、楊思琪，楊姐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太好啦！哎，等等陪你貓貓啫，兩年，兩年，生三個小朋友啊？哦，八個月生一個啊？好緊哦，不是不是，人家都要九個多月，不行，雙胞胎，哦，啊，第一次是一個。第二次是双胞胎，香港小朋友长大了耶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长高一点点。不过你
開始之前咧，要睇下佢哋身體上面咧有啲咩可以發出聲音。你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他的脸，你看他的脸，他觉得没什么，你试试看，就是这有拍子啊，哒嘎哒哒嘎哒哒，哒嘎哒，啊，真的，哎，你看，我就想试下玩下头先观众嗰啲得唔得啊？你那很可怕，你那好像被坏人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第一组来宾，要谢一下，谢谢。好，第二组，第二组犀利啦，厉害，一次公认嘅俊男与美女啊！我哋有请森美小仪，有请啊！哇！做咩啊你？真的有小朋友来啊？哎呀，今天没有上学，跑来录影啊！啊，大哥，如果可以。我自己選啊，你自己選都話啊，自己揀啊，哦，自己揀，呢個啊，他比他哪里好？除了比他高，除了比他漂亮，除了腿比他长，还有哪里好的？你要对啊，对对对，要正经一点。我们这是耳分高下，有什么特别的声音？啊，我来，我来先，你来，点样啊？点样啊？我已經幾十歲人啦，我把聲係咁嘅聲。幾十歲的人啊！但係我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小朋友噶。啊，哥哥你好。你好，好嘢。一個小朋友裝小朋友的聲音有什麼了不起的？你本來就小朋友嘛，奇怪了。好嘢，啊，犀利！没有气，没有气，不会不会，犀利！中国的 B-box， 最厉害就系一次过有两个声音同时间发出，有节奏，还有 melody， 犀利，好嘢，好嘢！如果我有嗰日肠胃唔好，今日。三种啊！啊，这个叫 woofer。等一下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给大家多一点 woofer， 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开始啦！两组嘉宾以对制形式斗玩音乐或者声音有关嘅游戏累积奖金，每集结尾会有身家大转移，决定奖金花落谁家。今集游戏主持仲会根据表现发放司机钱，而司机钱唔需要被转移，完全属于嘉宾所有。分贝飘移，哦，声音的拔河，犀利！来，让他们知道一下怎么玩。分贝飘移规则，这个游戏测试大家的音波功。嘉宾需按不同的主题斗大声嗌，胜出可获5000蚊。另外主持会酌情俾司机钱，最多3000蚊。好啦，咁个主题系我们有个主题啊，这样子好了，单恋的美女，单恋美女，哦，他想追她，她不要他。一个开始！哇，你一靓就爆啊！你个身材好正啊！系啊，喂，我谂到添，二，我你一定要嫁俾我啦！你两个拍拖先啦，靓女。喂，快啲！快啲！我好中意你啊！你要再嗌佢呃都兩成重，翻嚟咧！你而家要我，我而家唔要你啊！真係親親啊！真係親親啊！真係親親啦！親親，咁啊現場觀眾暗中都係親親啦！好啦，要給獎金啦！好嘢好嘢，多謝！尖叫，氣場。用 CK 投射5000元，多谢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大哥，大哥，小仪做乜咁火滚啊？嘉乐做乜唱歌唱到手脚抽筋呢？转头有得睇噶啦！阿杜志去斗欢，我唔借住你监管。
本集节目奖品非常丰富，其中包括 Edo 五谷原味杂谷生活饼食系列总值756000。美一珠宝香港有限公司送出18K金原味系列钻石首饰，总值153000。香港荣华饼家送出中式礼饼券，总值150000。好啦，就開始啦。阿黎哥，佢好似好辛苦啊，因為我哋冇換高呢凳俾佢啊嘛。椅子不夠高，條頸夾硬伸長。對啊，劇本啊，他跟他要錢，追債，他欠他錢，包租婆，包租婆，好唔好？冇問題。開始。死啦！還錢啦！你唔好以為你真係有錢。阿姐，你好嘢！我真的知道你唔系小朋友啊，就系咯。而且我确定她是美女，每个男的都想亲你。俾钱，喂，攞啲钱出嚟先。你嗱，你真系唔好俾得少，你俾得少佢又嗌噶啦，嗌佢，快啲俾！如果唔系，打开门，打开门，打开门。又要錢又要底褲，5000元吧！哎，兩邊要加油啦！第一回合打成平手。我是貓，啾啾咁叫。做咩啊你？聽歌咯，歌詞。拿下來，這樣子唱歌音不準，拍子抓不到，怎麼唱啊？呢个游戏考大家嘅唱功，嘉宾唱歌嘅时候，主持为佢戴上播住其他音乐嘅 headphone 骚扰佢，之后主持为佢个歌喉评分，每分1000元，最高10分嘅。唱什么歌？独自去偷欢。嚟啦！未去管，谁不满？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。未到，未到，系咩？啊，几时先到啊？而家。由我管，等等，得住只表添。才不管，是我空间，不要你伴，在我内心中，我找我伴。做我赶走我的不满。死啦，去咗边度？坏人不欺上我门，不用你管。你识唔识唱啊？你得啦，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特别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。啊，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寂寞找个伴。得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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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啦。我觉得他不用戴耳机，音也不会太准。1到10分，要给他几分呢？我1分呢，有1000元。1分有1000块。哎呀，我不要，没问题。他很需要钱的。他很需要钱。很需要。你给他钱，他会怎样？他会哭的。他会尖叫。他会痛。他不是。给他4分。对，4000元。多谢多谢。唔使客气。走走走。干嘛？怕我反悔啊？包租婆。他又用鼻哥窿唱歌，鼻哥窿唱歌，你唱咩歌？我唱叶玉卿嘅《挡不住的风情》。哎呀，咁好笑啊你！哎，他的肢体跟音乐很不协调哎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应承。我什么都听命，别要自己枉聪明。来吧，我事情若有事情弄清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应承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听命，别要自己枉聪明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应承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听命。
位吧，怎能讲定？情梦中人，但要别心急应承，来快再死嚟就一声啊！得了得了得，我要给钱了，不要再让我害怕。快点给钱啊！不要啰嗦。他这个啊，很生动，很生动，生动，生动，这形容词好不好？不要恐高。给你们六分。多谢。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 ，OK。哇！哇！身家大转移，哎，重要的时刻到了。这个游戏玩完以后，只有一个人会拿到很多很多钱。我翻手先，哎，万一蚊，犀利啊 ！OK， 九千蚊，哎，台面总共有二万蚊。哦，二万蚊，什么游戏？哦，跑速码，三比四，来。上面上面，拣一条，选一个选一个，不要选，这个不肯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你填完没？拜，开始。哎呀，哇！咦，断咗。你过来，哎呀，哎呀，三十个 gram， 好唔好啊？好，掌声。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！有攀藤啊！有攀藤，唔系普通噶。预备，开始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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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够啦够啦够！你做咩啊你 ？Lose control， 抢不下来啊！Lose control， lose control， 香港小姐咬过嘅粟米。35+40=75，哇，好嘢！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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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哇！邓建文想问你啊，同宝宝老豆叫咩名？50克，哇！所有的钱归三米小姨。喂，仲有嘅？搭的士得唔得？搭的士，的士。啊，好精彩啊！三米小姨好犀利啊！今日我哋上到嚟咧，財色兼收啊！我哋攞到財啦，佢攞到色啊！叫電話，你叫電話，你。Excuse me， 哎，大哥，你们这是另外一个节目啊？哦 ，talk show 是吧？买，麻烦你站过来好吗？啊，嚟，个电话，我电话俾你，你揸住咧，我快啲啦！哇，这么多钱，犀利啊！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们知不知道，还有下一集？嗯。如果还有更多的奖金，也许全部给他们。嗯，太好假，好假，好假，好假。好啦，仲有一样嘢系嘛？还有仲有一个这个鼓励奖，冇错。今天有两个人，我觉得他们很值得鼓励，很努力，好出色。给他们一点这个咩钱啊？甜头，四几钱系嘛？四几钱？两个女仔。一人2000块，好吗？下一集啊，你再努力就有了，好吗？好，记住继续收睇我哋嘅一分工好。